我们上课，现在开始呢，我们要学习藏相。藏相学说、藏相理论其实都是一回事。过去我们叫藏相学说，后来有人提出来应该叫藏相理论。其实学说本身就是理论问题。藏相学说是我们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关于这个理论体系核心的这个说法呀，在6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来过。那阵说的还不是内经理论体系核心，是中医理论体系核心，叫藏相学说。这个是60年代初湖北中医学院办的西学中班。这个西学中班的学员跟老师们一块儿写的文章，我记得是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当初他们提出来说是藏，他叫藏府，那阵叫藏府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但是他们所说的藏府实际上就是说的藏相。因为藏相不单是个藏府问题嘛。以相而不以止嘛，讨论的是以相为主。说不以止就是没有止，不是这意思，就是他强调的是相。所以说藏相学说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或者说中医理论体系核心问题提的比较早。我在写这个《黄帝内经研究大成》的时候，那是91年动笔写的。藏相呢，我还没说的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呢，就是说它是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么一个提法。但重要组成部分呢，也对，就相对比较笼统一点吧，免得在学术上出现一些分歧。其实看来这个问题倒没有什么分歧是可说的，也就是说把它看作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的问题，没有学术界上没有有什么太大的分歧意见。关于藏相的概念，什么叫藏相？历来呢好像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比较占统治地位的，或者说在学术地位，在这个学术界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以前关于藏相的概念，那就是说藏藏于内，形现于外，就是这么个观点。因为内藏藏于体内，藏藏于内，形现于外，所以叫藏相。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王冰说的说法呢，就是藏藏于内，形象于外，又加个可悦者也。五脏藏于体内，它的功能表现，它的形象可以表现在外，而且表现在外这一部分呢，是可以看得到的。悦不是见吗？看吗？至于那个现字，我写成见字，古时候就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斜玉旁的现。那么这个字有时候做表现的现，有时候看得见的见，就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意思。那么这可见者也，就说是这个见可以说形现于外，那就是这个读成现了。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相字呢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有的说是形象，有的说是现象，有的说是假象表现等等，有一些不同的分析。那么我们在考虑之后呢，就是说
藏藏于内，形现于外，可阅者也的说法，好像不能够完整的反映藏相的概念，只能可以说藏相，所谓藏相有这样个特点，是吧？藏藏于内，形象表现在外，外边可以从外边看得到，这个是个特点问题，好像不是藏相的概念问题。所以经过讨论之后呢，给藏相确定的概念，就是咱们教材的所说的藏相是什么呢？是研究脏腑经脉形体关窍的形态结构。脏腑经脉形体关窍有没有形态结构？有。所以藏相就是研究那些个脏腑经脉形体关窍的形态结构、生理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它是内经理论体系的核心，也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这么一个提法。这里所说的形态结构是指着内经中的，因为我研究的是内经嘛，咱不是讲的后世了，也不是讲的今天的那个中医学基础了，而是讲的内经时候的藏象。它是什么？是指内经中的解剖知识。我们在讲概论的时候提到过，内经有解剖知识，粗略的解剖知识啊，所以这里说是指内经中的解剖知识。生理活动规律是该理论的重点，也就是说藏相理论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研究生理活动规律，那当然就是研究脏腑经脉形体关窍等等的活动，以活动规律，以这个生理活动规律是其研究的重点。它是这些生理活动规律是什么呢？它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联系诸腑，五脏六腑，当然也有个七横之腑，以五脏为中心的联系诸腑经脉形体关窍等什么呢？肝心脾肺肾五个系统的生理活动。这生理活动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研究肝心脾肺肾五个系统的生理活动，而不是这专指这五个脏的生理活动，只是以五脏为中心而研究这五个系统。这所说系统那就包括六腑、经脉、形体、关窍，甚至于把自然界都联系起来，就我们在讲阴阳影响大论，乃至于讲金匮真言论都提到过吧。金匮真言论也这个藏气法实论都有这类问题。咱们藏气法实论46页教材46页这个表，对吧？和以前我们讲阴阳影响大论也就是37页那个表，那都是反映这么个问题嘛。64页和46页和37页分别有两个表，这两个表其实都可以反映这个五脏的功能活动系统问题。所以说啊，它是五个系统的生理功能活动是作为重点的。这五个系统又讲了，它不仅都受到天地四时阴阳的影响，同时互相之间也紧密联系，从而体现人体局部与整体的生理活动规律。人体自己的局部与整体，人体与自然环境乃至社会的也是一个整体，所以体现这样一个整体生理活动规律。这是关于它的概念呢，就是第一句话叫做概念，到哪儿呢？到也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这是关于藏象的概念。下边呢是对于这个概念的进一步的解释啊，
因为说的是形态结构嘛，所以这解释我所说的形态结构是指的内经时候的那些解剖知识。我所说的生理活动规律是这个理论的重点，而所说的生理活动规律呢，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这五个系统的生理活动。这等于是后边就是自己解释那个概念，这是允许的。确定概念的时候，自己可以确定自己应该进行解释。当然以往啊，就说这几十年来吧，有一些个不同的说法关于藏象的概念，当然并没有经过深入的考虑，或者说也没有经过严格的认真的仔细的讨论。不同的专家在不同的著作当中，关于藏象的概念曾经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啊，藏象是研究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重点在于把这个藏象学说又包含了病理，把病理也算在藏象学说的内容之一了。那么我们在讨论的，我在确定这概念的时候就排除了病理，因为病理问题咱们中医基础理论也好，内经理论也好，它还有病机病理那一部分。病机病理就是作为一个学说来存在的，病理部分它就不能够既属于藏象又属于病机，看来搁在病机里头是合理的，因此藏象就不应该再包含着病理内容。还有的时候呢，有的专家提出来呢是包含着经络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看咱们在教材这部教材的这个概论的部分讲那个内经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的时候，经络也包含在藏象里了。经络本身就属于藏象的组成部分，它也是属于生理方面的主要的东西，主要组成部分。但是为什么又没说经络出来呢？因为经络已经属于藏象了嘛，只不过是经络本身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它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在写很多著作的时候，藏腑之后又列一章又列一节又列一个什么组成部分专讲经络。实际上经络应该是属于藏腑的，应该是属于藏象内容的。因为你们看到这个所有的关于经络的记载都没有离开过藏，五藏六腑，是吧？特别是典型的权威性的著作，权威性的文章，灵枢经的经脉篇嘛，他讲十二经脉的时候，开头都先说的是脏腑的名字。比如说第一条经脉肺，手太阴之脉，他是这么叫的，先定的是肺手太阴之脉，大肠手阳明之脉，胃足阳明之脉，他都先把脏腑的名字摆在前头，下边才说经脉的名字。当然内经里头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论述，都说明经络是和脏腑分不开的一体的东西，只是从层次的角度说，脏腑上再高一个层次，下边才谈到经脉这样一个层次。下面我再进一步解释这藏象理论的内容。你看是这样讲的吗？藏象理论的内容它包括五脏，以五脏为中心的吗？所以当然五脏的位置最高。下来接着谈的六腑，奇恒之腑，经脉，这不把经脉摆这儿了吗？形体、关窍、精气神，这些都属于藏象学说。你看，所谓藏象学说或者藏象理论，它就不是藏腑学说、藏腑理论了嘛？因为藏腑它属于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已，或者说是以五脏为中心而已啊。所以藏象不等于藏腑，藏腑是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这样一个观点呢，我们在写藏相这两个字的时候，虽然从字音字义上都是这个内藏之藏，但是在我们用藏相这个词的时候呢，仍然是写的这个藏藏了，仍然是哎，做成一个词的时候，从我们这个教材也好，从我主编那个《黄帝内经研究大成》也好，都是这样一种用法，用的是这个字，其他就都简体字啊。翻译到藏相的时候，都是这个，都用的是这个藏，因为在内经时代没有这个简体字，也没有加肉月这个藏，就都是这个藏，有的时候读藏，有时候读藏，我们现在还使用这个字。使这个字的意思就在于这个藏相的藏字不同于一般所说藏府之藏。当然呢，这里头还留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什么考虑呢？就是现在还有少数的一些专家认为这个藏字就应该读作藏，藏相就应该读作藏相，也有这样，起码我知道有一个专家是这种观点。那样的话呢，我就写的这字，尽管我们现在读成藏读成藏还留有余地可以讨论，学术问题吗，还是可以继续讨论。出于这样一些考虑，所以我们藏相这两个字藏字就没写上这个简化的那个藏，而写上藏的这个藏字，当然意思都是读藏，从古来就是写的这个藏读成藏的。这也反映了藏府本身的特点，它是主藏的嘛，它不是露在体外的嘛，而是藏于体内的嘛，藏藏于内的嘛，所以藏和藏古来是一个字，反映这个藏相这个词选这个字的时候也有藏于内的意思。这个藏相内容啊，是这样一些脏腑、七横之腑、经脉、形体、关窍、精气神。再有呢，关于论藏相的篇章，内经当中讨论藏相的篇章啊是很多的。我们教材说素问有铃兰密典论、六解藏相论、生气啊五藏生成论，也有的说是五藏生成篇、五脏别论、经脉别论、太阴阳明论等等，灵枢经的等等，这只是重点，这一篇文章重点讨论了有关藏相的问题。其实这些文章也涉及到，往往的也都涉及到其他的医学理论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藏相问题的文章。其实呢，还有很多文章，还有很多文章虽然不以讨论藏相问题为主，但是也都涉及了藏相的内容，只不过那不是以讨论藏相为主的，我们都没有列入进来。因为内经这个文章有特点，大家所知道的，它很难说我这篇就讨论什么问题而不讨论别的问题，它不是这样。所以往往在一篇里头涉及到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甚至治疗方法，它往往在这一篇文章都涉及到了，当然它有重点。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有这样一些文章是讨论藏相的，主要讨论藏相的文章，并不是说别的篇章就没有藏相问题了。因此我们大家在研究藏相这个理论的时候，除了读本教材还想读内经的话，你可以以这些篇为主，但是再想深入研究更全面研究，那162篇你都先看一看，那里头应该说很多地方都涉及到了藏相的问题。这样呢，也和藏相的理论是内经理论体系核心有关，因为其实理论体系核心用这个理论，它应该是指导或者是涉及到所有的理论内容，凡是内经理论体系的部分，哪部分都得有藏相东西，没有藏相东西那个理论就很难成立，这样的理论才能叫做核心嘛。确实
想一想是这样。你比如针法问题，你诊断来诊断去，不管寒热虚实，最后总要定个位。寒热虚实哪寒呢？哪虚啊？是脏腑虚，是经脉虚，还是气血虚啊？总得定一位。甚至你说是阴阳虚，阴阳也涉及到人体具体的什么阴什么阳了。诊断你是离不开，治疗就更难。诊断离不开，那你治疗更离不开。你治疗从着诊断走嘛，照着诊断去立法处方嘛。所以治疗也是这样。同样的养生也是。范相讲的生理问题，那么病理问题是哪来的呢？病理问题就是生理的失常，就是病理。所以病理出来了，那你生理病理都有了，养生呢？那就要保养好生理的部分，逐渐的或者说不要让它产生病理的影响，这样就是养生。所以同样是离不开藏相理论嘛。因此说藏相理论涉及到内经的很多其他篇，这是应该说也是自然现象，因为这是一种核心的理论嘛。所以呀，藏相的这一章的学习应该是说我们这个全书的全部分内经课的重点内容。下边我们就一节一节的讲，先看第一节。第一节是铃兰密典论，全篇全选下来了，只不过这篇有两个自然段，我们就分两段来讲。铃兰密典，铃兰呢就是讲的藏书的地方，皇帝藏书的地方叫灵台兰室。秘典就是秘密的典籍，秘密的经典，要加密多少集，不是随便可以泄露的。无非是想说这部分内容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重要的，要很好的藏下来，所以篇名叫铃兰密典论。我现在把这个第一段是讲的十二关相识，它叫十二藏之相识。第一段是十二藏相识，这样的讲这个内容。十二藏呢也就是十二脏腑啊，有的时候把这一段呢把十二脏腑呢叫成十二关，关指。其实关本身就是功能的意思，只不过现在习惯了官反当官的，其实当官是要发挥他的职能的，不发挥职能的就不叫官，是不是？这一段是讲的十二官相识问题。哎，我先讲这一段是要背诵下来的，也就是说啊，这一段呢是藏相理论当中的很重要的部分，或者说在藏相理论当中它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尽管其他的藏相的篇章也是很重要的，甚至于在某些问题上说法不完全相同的，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铃兰密典论，这一段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现在我把它读一遍。皇帝问曰：愿问十二藏之相识，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惜乎在问也，请随言之。新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废者相父之官智解出焉，干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谭中，我们读成谭中，好像读惯了，读了几十年，现在有人叫音说是叫善中，那我读惯了还读谭中了哈。哎呦，我记得这个咱们那个工程院的老院士程新农先生谈话，他说我们一直读谭中，后来你给我们叫了应该读善中。反正大家知道谭中者陈史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成之官，化物出焉；甚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三焦者决堵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周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莫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微，使道闭塞而不通，行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这不是以一个这个封建王朝的官职这样的设置来形容人体中的十二脏腑的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么这里所强调的虽然说有主有从，但是强调的是一个协调统一的关系，强调的是个协调统一的问题。虽然是他说十二脏，对，腑也可以笼统称为脏，细分的话腑和脏是有不同的，笼统来说内脏，那就包括腑包括脏，所以呢他把十二脏腑都笼统的叫做十二脏。之相使就相互使用，就相互为用，相互联系，贵贱何如，有什么主有什么从，主为贵从为贱，它其实就是讲的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当然讲主从也可以，因为下边讲君臣关系嘛。总之贵贱就是讲的主从。岐伯对曰，岐伯回答呀，对话呀，说西乎哉问也，说您这个问题问的太全面了，细不是完全吗，问的太详细了，请随言之，那么请让我把这个问题谈一谈吧。心者君主之官，这些个下面这些话其实各位在学中医基础的时候大多都引证过了，对不对，在脏腑里，在中医基础是叫脏象吧，在脏象里头讲心脏的时候肯定第一条心为君主之官，可叫心主神明，心主血脉，心等等等等的，肯定以心主神明立过题。从哪里抽的，内经里讲了很多心主神明的问题，但是以灵兰秘典论最为突出，就是说把这个十二脏腑和朝廷中的君臣相联系的话，那么心居君主之地位，居最高的领导者的地位。为什么？就是因为心藏神。在内经理论里边，人体虽然是形神统一，形体和神精神是统一的，但是神是又统领着形体，神要比形体重要得多，既说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又说神能领着形体。因为心是藏神的，主神明的，那么所以就把它看的是在十二脏腑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脏腑，因此把它叫做君主之官，而藏神明。这个神明呢，就是泛指一切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笼统的说在我们内经里边，甚至在我们中医里边，都把它叫做神，都可以用神加以概括。当然在这个神的概括的基础上，还可以细分不同的层次，还可以细分不同的层次，这笼统的来说都可以叫做神。而这个神可以说是由心来统领的，所以你看这个教材的注释，在这个52页最下一行
张介冰的注释，最后道行倒数第一行最后，张介冰在《类经》里边说：“心为一身之君主，秉灵虚而含造化，聚一理以应万己，脏腑百害微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之。”也就是说，心那个统领全身嘛，脏腑百害微所是命都受神的影响。人的聪明智慧莫不由之，那都是出于心，都从心来的。就这个上来讲，所以把心叫做君主之官，就好像朝廷中的皇帝一样，封建皇朝的皇帝一样。我虽然讲的这么强调心主神明，而且引证张介冰的注，其实在内经理论里边还有其他的理论关于精神的问题，只不过灵兰密典论是强调这个，而且这个理论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占了主导的地位。关于神的问题，心主神明的观点是占了中医理论当中的主导地位。还有不是心主神明的，五脏都主精神的，那是另外一种理论。现在我们是讲的灵兰密典嘛，灵兰密典的理论就是这样一观点。这个要说是完全都从解剖上考虑就不大容易，因为大家都学个解剖，中医古时候解剖不是太发达，100多年来西医东渐，我们人人都学了解剖，而且那个脑主神，脑主持这个精神活动的问题已经好像众人皆知了。因此你说心如果是胸中之心来主这么多神明，似乎讲不通，确实也是很难讲得通。所以我说学藏象的问题呢，你要单纯的从解剖角度来考虑是很难学得通的。可你说你不是，你说脑主神明这也有毛病，脑主神明咱们开中药开处方就很难说清脑开窍，对不对？说养脑安神，好像从我们整个理论上都不是这样用的，而且从中国人的习惯上也不这么说的。说这人用心学习，当然现在也说这不动脑子，也有这人说的，说是没心没肺，是脑子不开窍。说当然也有说脑子不开，但是说心不开窍说的还是比较相对多呀。说不用心学习，不用心那就等于白费了。所以心藏神传下来几千年来，我们从生活上到医学上一直是在这样使用的多。再有说了，这个心是不是跟精神活动就没关系呢？也还有关系。其实五脏哪个脏都对，就用现在的医学的考虑，实验为主的医学考虑，全身各个脏腑都和人的精神活动有影响，不是绝对没影响。这个意思，这个报纸杂志上发表一些材料，那当然是可以做参考的啊，不能说作为医学论文来看。不是有过一个报纸登过一个吗？是哪个国家的？一个妇女心脏病，需要这个后来这个移植，心脏移植给她移植一个好的心脏，她就活过来了。活过了之后，他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不少，本来不喝啤酒，现在特别爱喝啤酒，本来根本就不喜欢那个激烈性的刺激，他回来之后又要骑摩托又要干什么，特别有喜欢激烈性的运动。那么后来呢，了解到给他心脏的那个人是20几岁的小伙子，死于车祸，骑摩托车车祸。而且在了解之后，这个妇女接受心脏，这妇女很多的脾气的改变就和献给她心脏的小伙子的脾气很相似。而且据知这个小伙子献心脏，那个小伙子特别爱喝啤酒，那个妇女接受心脏那个原来就不喝啤酒，哎，接受心脏之后这么爱好也出来了。所以你说是心脏对神没影响，恐怕这些问题还确实值得研究。当然这个只能说是心气通于脑，
我们也并不是就此来说脑就是不如这新主神，不能从解剖角度考虑嘛。中医内经上所说的新主神明啊，或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是讲的精神活动就是了。主持精神活动的这个系统是什么？是心系统，是这么讲下来的，不是完全或者主要的不是从解剖上来考虑的这个问题。我记得一些古医书上对这个心的解释有很多的，都是强调了心主神明问题。这个《敦煌医学残卷》其中残卷里头有一篇完整的叫《明堂五脏论》，《敦煌医学残卷》呢，马继兴先生等人早把它整理出来写出书来了。其中有一篇文章还挺清楚的，并不残，这篇文章不残，这个那个文章看来是唐代的文章，或者唐以前的文章，不会晚于唐。他关于心的问题，他说心者弦也，弦系的弦，所谓弦系微，所谓弦系微，又说无事不贯心，不是完全的原话，我记得是差不多，意思不会错的。《敦煌医学残卷》上头关于《明堂五脏论》，他说心者弦也，所谓弦细微，无事不贯心，就是心呢，就是很细微的，这才叫心，很多事情都要通过心，这才叫心。如果粗粗大大的，有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就没心了。所以说要用心，要走心，是不是？哎，这人心很细，心很粗，那就没有，这不算，那心就不好。所以无事不贯心，什么事就要通过心来想一想，记住了，思考了，这都叫通过心了吗？贯就是通过吗？当然其他医学书上也有说心者心也，日有所心也，啊，也有这么说的，说心者心也，心就是新旧的心，日有所新也，就每天都得学点新东西，这才叫有心。活一辈子稀里糊涂一辈子什么都没学到，那没有心嘛。日有所新就是讲的天天都要学新东西，不断的学习。当然这学习不但指的就是天天看书学习，什么都是学习，生活经验的积累也是一种学习啊，这都是讲的心。其实呢，这些说法都是从心主神明角度的命题，也就是说关于精神或者叫中医所说的神或者说神智的命题，心主神明是重要的一个命题，还有其他的命题了，还有其他的主神明的命题。他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父之官治解出焉，相父，父就是辅助的意思，相也是帮助的意思，就是比喻成朝廷的宰相辅佐，这个父啊也是有这个意思，就是辅佐的意思，宰相辅佐君主的。那么肺脏的功能在心的旁边辅佐着心脏，辅佐的心脏，它具体的是治解出焉，治解是治理调节，治理调节什么？治理调节脏腑气血营卫，那都要靠肺的功能来进行调节。心固然是君主，但是肺是起到调节治理的作用。这才注释讲的挺清楚的啊，治解就治理调节，肺主气而朝百脉，
它有辅助心脏治理和调节五脏气血的功能，又仅引了张介宾的《内经》上的注释。张介宾说，肺主气，气调则营卫脏腑无所不治，故曰治解出焉。啊，对，出焉，焉这个字啊，不单是虚词，在这里有像这里讲的意思，就从这里出，神明从心脏这里出，治解从肺脏这里出。这个我们在内经理论里边呢，看着肺者是心之盖也，是心的华盖，盖子盖在心脏上头。可是这个明堂古藏论呢，他说肺者旁也，旁边的旁，肺者旁也。那看来要做肺者旁也啊，这个说法呀更符合相父之观，辅佐着皇，辅佐着君主吗？可不是肺君主的旁边吗？肺者旁也，明堂五脏论说肺，肺者旁也，主治解，超百脉而治理全身，全身气血营卫的正常运行，脏腑百邪的，脏腑百邪的和叫百骸，这字也读成邪也读成骸啊，脏腑百骸的活动正常，都要靠肺气的来给予维持，都要靠肺这个主治解的功能进行调节。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有保卫机体的作用，但是你看谋虑又是神志了，谋虑是和肝有关系，或者肝的功能正常，人才能够正常的谋虑、谋划、思虑，深入的考虑问题。如果肝功能失常了，就不能深入考虑问题。所以大家生活当中经常这么说，说一生气一发怒了，办事简直就不合乎情理了，为什么？他不能考虑了，就超越了常规了。所以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藏血，肝在治为怒，肝有病之后血就逆袭逆乱，哎，怒气一发，思精神活动就不再平静，所以不能谋虑。而且这个明堂五脏论说呀，肝者汗也，汗就是汗味的汗，说肺者旁也，肝者汗也，心者涎也。肝者汗也的意思也是汗味的意思，有汗味机体的作用啊，肝藏血，它的功能正常，那么可以抵抗很多的外来的邪气，对人体的健康起到着捍卫的作用，所以叫将军之官。胆者中正之官，中正就是不偏不倚，叫做中正。这个，那么胆的功能正常的话呢，人就可以下决断，所以他说决断出焉。对事情有谋，肝主谋，谋虑完了还得决断嘛，那么决断的功能又划到胆上去了，所以人这人要胆小啊，就思前想后，老是决定不下来，那都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那叫胆小，一点小事啊吓得想来想去睡不着觉，那叫胆虚，本来用不着失眠这点事儿，他就是失眠了，害怕，怎么想怎么害怕。那我们不是有一个温胆汤吗？在那是清胆热的，在那来治疗他。同样的呢，决断本身它也是属于精神活动范畴里边来的，虽然说心为君主之官，但是还把这个活动归结到胆上头来了，所以我说既是强调了某一脏的重要的功能，更主要的本段它是讲十二脏腑相互协调，整体协调问题啊。胆者决断之胆，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这在我们中医理论里边，反正胆小善惊的那就要治胆了，这人特别容易害怕，听点声音就吓一跳，
那么治疗的话就要考虑从胆来论治。痰中者，陈屎之官喜乐出焉。痰中就是指的心包，心包乐或者说是心包乐。陈屎之官，那就是在皇帝周围的近臣，是近臣。所以喜乐出焉，心主神明之喜乐，实际上是通过痰中表达出来的。后世又把痰中心包乐叫做心主之功成啊，宫殿的宫。可以保护着心，叫做带心用事啊，心的功能啊，喜乐特别是在这具体讲的，是由于痰中发挥作用，痰中表现出来的，所以叫带心用事。因为带心用事，所以可以带心受邪。心脏君主之官不能受邪，是真心不受邪，受邪自死。那么邪气侵犯心呢，首先侵犯到心包，痰中，痰中也就讲的心包了，带心受邪。那么后世温病学派不有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嘛，一传先到心包。休息一下。